你回来啦。嗯。哎，刚才发的干粮，您不吃吧？不吃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了？你说。我发现啊，使团的辎重车里有新鲜的水果，快马运过来的。我给您拿了些。王启年，我自己就是使团的领队，我至于偷偷拿水果吗？哎呀，大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新鲜的水果啊，都是用冰块存着的，啊，勉勉强强到北齐呢，损失件礼物啊。但是这些东西啊，越往北走那越稀罕呢。两国的赠礼你就这么拿了？哎呀，这东西没数，没人去数，少个几个没人察觉。您看，您这一路操劳啊，这么辛苦，吃他几个水果算什么？啊，我不吃不吃啊，谢谢。就吃点吧啊！啊，您别不舍得啊！回头啊，我再给您拿去啊！踏踏实实吃，我帮您看着。大人难当啊！